这关作曲家是李林秋老先生吼，生前歹势讲，一直甲要欲上天国的时阵吼，甲因囝叫来问前头，我甲你讲，恁爸即摆要欲翘起啊，我甲你讲，后摆若上播放哦，万人欲从第三段甲你讲。因为啊，第三段是安怎？戏入房好年冬，歌诗满戏感。哦，第一段、第二段较悲惨有无？第三段哦，富贵天青哦，或者哦，将军免抱我啊，哦，真好康的代志，对不？我们与恶的距离，做到尾啊，大项代志拢解决，好的代志，真是差不康的代志了啦。其实吼，就迄阵即个歌写好吼，一开始毋是，一开始古早时代吼。1940年、1939年的时候，现在歌是做建啦。一开始是1948年吼，差不多过年迄阵吼。啊，伫咱即马即个大稻埕迄边吼，有一个永乐胜利剧团，有无？遐有一个永乐剧团吼，永乐剧场吼，伊要演出一个《宝花王》吼的舞台剧啦。迄个时就是舞台剧通歌做伙写，所以李林秋先生就写写两段吼。啊，足红的嘛吼，啊了后足红的吼，因表小弟的款啦吼。单修敬先生吼，就讲哇，这人吼，来拍这电影，吼，爱就用出电影吼。啊，像迄个时电影叫《宝花王宝晴天》啊，哦，啊，就反正宝花王就对啦，宝花王宝晴天，啊，就用宝花王这个歌啦。啊，迄个时代吼，政府要管制吼，就是舞台剧可能管得袂妥，舞台剧你较看嘛，对不？规要一百个、200个电影不得了吼，做电影就会检查啦。爱就啊，即个投资的人讲，这袂使哦。哦，你这样呢，咱搁倒来看一下吼，来，搁倒来看。啊，毋是，这下一页啊，你等倒去，倒去，倒去，倒去。目眶啊，哦，遮大坑，裤底乌人人，哦，就是拢作悲情的啊。爱政府就要甲即个电影禁掉哦。我爱年时嘛是爱要去演，可能嘛是爱执照啊，啥物货啊。啊，迄个是李林秋的小弟，表小弟就讲，拜托的啦，阿兄，哦，我阁加乎你200块啦吼，都不过不止三章吼，过不止章来叮当哦，再阁写第三段啦。所以迄阵李林秋就真袂爽快，伊就感觉讲，这就是不得不，伊本来就感觉写两段，咱看第二段吼，这第一段嘛来第二段 ，next page。天河阳山最高岗专精，伊就感觉安尼就会使啊。哦，我们以二的距离做三级就会使，你可以做这个标题。专精是爆破啊，伊就感觉安好啊。第三啊，标题做较 happy ending， 较快乐、较光明哦。是，卖讲给政府所逼啊，给投资者所逼，还是给家己歹势所逼啥？所以了后，李林秋先生一直甲大家交代，你若要唱爆破啊。你绝对唔通唱，有咩挑战啊？第三段，吼，就唱第一段、第二段，安尼就好啦。所以咱播放，敢若唱两段就好。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外边写啥呢？来，遮，过来，过来。咁奇怪啊！这歌词是对对来，那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哦。播放人就红嘛，哦，红到一个时阵哦。唔知上天这个歌词啊，啊要求这个歌戏吼，伫野台的歌戏，大概要演歌戏之前，爱先唱，唱唱才会使演，哦。其实就像差不多咱这，比如讲乌鸦花，哦，啊有叫黄伯也是，真侪这台语歌真好，改做日本歌，鼓励这个军人，还是鼓励台湾人吼去做兵吼，做兵吼，日本歌吼，啊你看呢？霓虹国放晒，还管你？所以有改作这个歌词哦，啊，咱即马回到60年前哦，用迄种真袂爽的心情。咱即马拢准备好啊，要去搬歌戏哦，但是政府有勒令，爱先唱一条歌哦，啊，即下咱开始搬，所以咱用迄个心情唱看卖哦。来，我的国家，中山东，台。
听我的